抽水槽呢，然后这个抽水机呢也是一个月会让它运转一次，以免到时候要用的时候它里面的叶片生锈卡住了，把这个浮球呢拉起来它就会开始动了。你可以用这个摸在水管上面呢，它会有震动，代表这个抽水机呢正在运作。然后它两个是轮流的，所以你可以弄下去之后再打起来一次，它就会换另外一个，看它没在滴水啊，另外一只。然后另外一个抽水机呢就在运作了，就定时让它运作一下，它不会到时候要用的时候只有叶片卡住不能用。OK， 这是每个月的例行保养，再见哦，拜拜。